这虎娘们提车了，新提的啊，新提的宝马 X7。那提车还赠马送马呀？提车赠马 X7吗？宝马 X7。哎呀，这家伙，走了，大排长，这，那个马呢？那马那儿呢？那就溜一个呀。咋都溜？脖子拽掉了。进来的朋友给我点点关注啊、哦、用这两匹马拉着房车去海南的，嗯，五一前后咱们就出发，老铁们啊、哦、马拉房车一定给我留下您宝贵的一票，给我点点关注，感谢大家了啊、哦、祝大家在2020年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事事顺。